车厢间的缝隙。我是刚买列车上的114年。7月4号，台北站，台北站。讲7:21，说白的是4107次将原因告诉连圈的。开启车门。4107次将原因告诉您的圈车，沿用514/503圈车，在台北站停靠。从下面干嘛？站门多多替我们打几通。好，就那，拜拜。9分，差不多大概完了。4107次将原因告诉您的圈车，15033514圈车。在台北站有人关闭车门了。好，关闭车门。好，拜拜。4107次将沿岸线告诉您的圈车。15033514圈车，在台北站10。然后这边是272次将三线跟花莲的 PP 直角。4107次再见了，将沿线告诉您的 ANU 503/514圈车，在台北站，台北站11。好，刚刚个字叫那包，以及272次将三线告花莲的 PP 直角，在台北站11，11啊，谢谢各位，再见。